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游戏是《猫咪救援》（Cat Rescue），设计师是吴达德。这是一款合作类型的游戏，玩家要合力将街上的流浪猫送到收容所，并让它们被人收养，拯救这些流浪猫。游戏的目标是玩家们要一起合作讨论如何拯救猫咪，拯救的猫咪越多，分数越高。游戏设置时，先在桌面中央用四个收容所指示物标出一个可以摆放四乘四张猫咪牌大小的收容所区域。 将所有猫咪牌起混后，翻出四张牌面朝上放在收容所中央的四格，再发给每位玩家两张猫咪牌面朝上放在玩家面前。玩家扮演的角色为中途之家，将运送牌的街道面朝上放在收容所右下角的猫咪牌上，并将运送牌的箭头指向猫咪。剩余的猫咪牌置于收容所旁，他们是街道上的流浪猫。玩家按照顺时钟方向轮流进行游戏。 玩家轮到自己时，一运送牌面从猫咪牌库抽一张，或自己的中途之家选一张牌，由收容所四周送入收容所。猫咪牌可以给所有玩家看和一起讨论。然后新来的猫咪往收容所的猫咪推动一格，这样同一排所有相邻的猫咪都移动一格。但要注意的是，不能送入和运送牌箭头同一方向，也不能动到运送牌下的猫咪，因为它才刚进收容所，还在休息。 推送完猫咪后，将运送牌依照猫咪的来源翻成那一面，所以这次翻成中途之家面，并将箭头指向运送方向，放在新来的猫咪牌上。检查收容所的猫咪，若出现三张或四张连续相同颜色的直牌或横牌组，将中间的一张或两张猫咪牌翻面朝下，面朝下的猫咪表示已经可以被领养了。再换下一位玩家，左边的玩家。 由于上位玩家是从中途之家拿牌，所以他只能从猫咪牌库抽一张牌，直接送入收容所。推送之后，将运送牌接到面朝上，放在新猫咪卡上。检查后，并没有连续同色的猫咪牌组，就直接轮下一位玩家。轮到上面的玩家，因为运送牌接到面朝上，他就选择从自己中途之家选一张牌送入收容所。 这张彩色的猫咪牌在游戏中随时可以充当任何颜色的猫咪，所以这横排组中间的猫咪可以翻面。换右边的玩家时，他只能抽猫咪牌库，送入收容所后没有牌可以翻面。再轮下一位玩家，这位当前玩家他选择自己中途之家的猫咪牌送入收容所。这次的推送将面朝下的猫咪牌送出了收容所，这表示猫咪被人领养了。 而且，若有其他和这张猫咪牌相邻的面朝下的猫咪，它们也可以同时一起被领养。将被领养的猫咪置于旁边。游戏结束时计分。若被送出收容所的猫咪还没有翻面，这只猫咪就送到当前玩家面前的中途之家中。中游戏一直进行到所有猫咪牌库用完，或有玩家的中途之家出现第三只猫咪，游戏就结束。 游戏的计分是每张被领养的猫咪两分，在收容所里没有被领养但是面朝下的猫咪每张一分，加总之后就是这次所有玩家的得分。你觉得你们团队可以得几分呢？欢迎来挑战哦！喵。